就是 Taksim Square 啦，係土耳其伊斯坦堡最多年青人聚集嘅地方，就好似香港嘅銅鑼灣、尖沙咀、旺角、澳門嘅白馬巷、中區、噴水池等等嘅地方。呢度咧基本上咧就係名店林立嘅，乜嘢嘅名牌子都有嘅。同埋我哋行喺街頭上面咧，你完全唔發現咧有一啲嬲住黑沙嘅女士嘅。咁所有嘅女仔啊、女士全部都著到好煙嘅。咁我哋講過啦，因為伊斯坦堡咧其實係比較接近歐洲大陸嘅，咁所以佢哋嘅衣著啊、服飾啊、品味啊，都係偏向於西歐地方嘅。咁而所有嗰啲以前傳統嘅嬲住黑沙嗰啲咧，只會喺啲Auntie、阿姨啊咁樣嘅出現，但係喺呢一個區域咧係非常非常之買少見少嘅。我哋見到全部都係皮褸啊、牛仔褲啊，或者著得好 sexy 嘅一啲女士就會喺呢度啦。咁而亦都係呢一個位置咧，我哋見得最多女性面孔嘅一個地方。咁我哋土耳其之旅咧就喺呢度結束啦，希望下次再見，拜拜。